从去年二月乌俄战争以来，我们无人机啊，越来越受这个世界还有我们国人的瞩目。发射之前，它是可以进行任务规划的，所以它可以针对每一次。接下来请欣赏我们的测试影片。可以提高其打击的范围以及杀伤的能力。在这样的基础的一个技术下，让我们来去研发两种衍生。其实台湾，我们中华民国研发无人机在亚洲国家来讲都是相当先进而且相当早的。但是无人机要成名有几个条件，第一个可能需要外销，然后它也才能够创造经济规模。第二个，它可能要参加实战，有实战的经验反馈，那是最佳的一个机器。第三个，就必须要大的用。大胆的使用是我们的选项之一，所以说为什么国防部会引进军用军规与军用商规，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军部队能够熟悉，然后大胆的运用此项不对称武器。谢谢。